龙虾尾不是麻辣的我不吃，打开它走，特色啊老铁们。哎呀必须得崩出去一个呀，哎这还辣一个，造型啊，最主要是造型。一口一个，那没招牌特色龙虾尾，搂他一罐子啊，打开了走。好，非常完美啊。造型啊铁子们，最主要是造型。一口一个，我一碗蛋壳吃也不错啊。大概龙虾尾不是麻辣的我不吃，哎呀，好，非常的完美啊。一口一个，南北，哎呦我火速展示丹江最火的一款菜系，零差评龙虾尾啊铁子们，小造型啊。一口一个，非常的简单啊。那边火速展示今年最火的菜系，麻辣龙虾尾，走你。好，非常的完美。一口一个，南北，我不吃上点麻辣龙虾尾，你是真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啊！无情哈老师，来吧，展示特色龙虾尾，一气呵成，铁子们啊，嘎嘣脆，哎，一口一个。那没铁子们今天干的硬菜哦，开过咱家的特色龙虾尾，哎呀我必须得蹦出一阵啊。一口一个啊，
来来，特色火爆龙虾尾，哎呀好，整他一罐子。晚上六点，铁子们啊，锁定我的直播间，不见不散。嗯，一口一个，哎，还是那个味儿。得劲儿。